很久以前，长白山上有只熊，每天向神祈祷，希望可以化成人。最后感动了上天，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女人。后来人们都称她为熊女。欢迎来到美丽的延吉，我的家。我是你们导游娜娜，将为你打造独一无二的延边之旅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我那么努力，就为了离开家。到了更远的地方，发现没什么不同了，都没变。怎么生的？18岁受的伤。想怎么活怎么活呗，放松一点儿。没事不就那么回事儿吗？